最佳台语专辑奖得奖的是水逆。我想先恭喜怡农拿到两非常大的奖座，跟我们聊一下这个心情。诚惶诚恐，就是一起入围的，就是很多前辈，就真的很厉害的前辈，所以我被叫到名字的瞬间，虽然很开心，但是我同时也意识到说我必须要更努力才可以。那接下来你会想挑战什么类型的？其实我现在也还在摸索，对，就这是一个难题，尤其是在今天之后，它会变成一个更大的难题，因为确实那个期待就会变很大嘛。那刚刚拿奖的时候，家人有没有跟你？我爸说我的造型很好看。我其实刚刚我忘记在台上谢谢我阿嬷，因为她是我。算是某种程度上写台语歌的动力，因为在小时候我的台语没有那么好，所以我在跟他聊天的过程之中就是遇到很多困难这样。对，那就是到了现在，我现在回去可以跟他聊天了。她是我很尊敬很尊敬的女性，然后也是印象我很深的人，所以我应该要在台上谢谢她的。但我太紧张了，我就忘了。我想在这边由衷的感谢每一位在近期把自己的伤疤揭露在大家面前的人们，辛苦你们了。希望这段时间的纷纷扰扰，这段时间的讨论，可以带给我们一个更有安全感、更透明的环境，让我们可以做自己该做、想做、梦想着要做的事情。谢谢大家。这是这阵子的一个蛮对大家都在关注的事情嘛。对，那我觉得我不确定我这辈子还有没有机会再上台，所以当我能上台的时候，我能够说多少话我就说多少话。我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度过这个很重要的时期，然后我们可以让未来变得更好。得奖的是陈建熙吧，这个字是救我，陈建伟。我今天变颁奖人了，谢谢大家。但我觉得他处理得很好，哎，对，说实在话，因为我其实在那个当下是蛮担心的，对对对，但是怡良姐跟那个建伟，他们都处理得很好，我觉得就是我有松一口气这样子。